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小周，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 YouTube 上面嘅一个复活蛋。咁啊，首先你要喺搜寻栏嗰度啦，然之后打呢个 D O G E，然之后空格，跟住 M E M E，系啦，然之后按搜寻，跟住呢，你就会发觉成个网页嘅字体就变晒彩色啦，然之后就会搜寻到只狗。咁只狗呢，其實就喺外國網站啊，非常之出名嘅。佢係一柴犬嚟嘅。咁啊，多數啲人啦，都係用嚟配一句文字啊，或者係啲，或者係佢會改佢嘅樣啊，改佢嘅樣變成一個好似人咁嘅圖樣，然之後就整啲影片啊或者圖片咁嘅。咁啊喺外國都非常之出名嘅。咁都係我琴日睇新聞嘅時候睇到嘅啫。咁啊，大家有興趣嘅可以試下啦，啲女仔朋友應該幾中意嘅。係啦，今次分享嚟到呢度，下次有啲咩好嘢嘅話，再介紹俾大家。拜拜。